有冇谂过喺伦敦市中心可以住喺一个地方，旁边有一个比维园大九倍嘅公园，同时去 King's Cross 只需十分钟？以下介绍个项目就可以同时满足以上两个要求。由王牌发展商 Barclay Group 旗下圣 George 建设，位于炙手可热嘅西北伦敦二区嘅 Camden Goods Yard， 属区内罕有嘅大型综合用途项目。而第一期嘅 Primrose House 更系置业人士嘅不二之选。Camden Goods Yard 为住户提供极致嘅现代生活体验，项目位处 NW1 游区嘅理想地段，将 Primrose Hill 嘅优雅、Regent Park 嘅恬静以及 Camden Town 嘅活力集于一身，提供一系列嘅文娱、康乐及绿色空间，系城市繁华同宁静慢活嘅完美结合。Camden Goods Yard 交通便利，由项目步行至最近嘅地铁站 Chalk Farm Station 只需六分钟，步行至 Camden Town Station 只需九分钟。住户可以松容由家中经 Northern Line 往返伦敦各处，到达 Hampstead 只需八分钟 ，Euston 同 King's Crossing Pancras 只需十分钟。Bank Station 只需18分钟，而 Oxford Circus 只需20分钟。除了交通方便，呢区嘅餐厅同商店选择亦数之不尽，信步即可到达 Primrose Hill、Camden Market 以及 Marylebone Village 等等。由高级餐馆、各国美食市集到特色小店，都可以喺呢度揾得到。对于注重子女教育嘅住户 ，Camden Goods Yard 位处嘅社区亦提供卓越嘅教育选择。著名的学校包括获 Ofsted 评为 Outstanding 的 Primrose Hill Primary、 Northbridge House Prep School 和 Hampstead Fine Arts College 都在20分钟的步行范围之内，而著名的大学包括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Regent's University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和艺术殿堂 Central St. Martin's 都在20分钟的车程之内。在 Camden Goods Yard 内设有一个占地48000平方英尺的旗舰超市，另提供共173000平方英尺的商业设施，包括办公室、零售及餐饮。当中最特别的是一间位于顶层的 Farm to Fork 餐厅，还有他们的专属种植温室。项目范围内更有绿色开放空间，足不出户都可以照顾你生活的一切所需。Camden Goods Yard 提供一应俱全住户专属的设施，包括18米长的室内游泳池、健身室、3个豪华放映厅。共享工作空间和24小时礼宾服务，让业主可以在日渐普及的工作新模式下，在项目内可以专心远距离工作的同时，亦可以轻松活出健康休闲人生。Camden Goods Yard 的第一期 Primrose House 提供开放式一房、两房及三房户型，满足单身人士、年轻爱侣或者一家大小的不同需要。如果大家对 Camden Goods Yard 无可比拟的现代理想居所有兴趣，欢迎联络 Savills 了解更多。